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！我们现在玩的叫《地下村庄篇二》啊，一已经挂了是吧？咱们看一下啊，咱们是不是有卖什么饮料什么的？哦，是有啊，哎，不是，这个是附魔书哎，附魔书商人有个卖饮料的，我记得拿去了，回收商人，新手商人，回收商人，哦，这个是饮料的。八个钻石啊，这么贵啊，这是干嘛呢？带 buff 的啊，什么急迫啦是吧，嗯，反正大概这个意思吧。嗯，咱们看一下啊，咱们看看能不能打点怪。哎我去，谁呀，掏完钻石就跑了。升级啊，这个剑是可以升级的。哎我去，我的妈，咱们应该搞个那个叫什么来的，铸魔台呀，是什么玩意儿。我去，哇，那个 buff 那个饮料可好贵呀、啊！这帮人把怪招了，自己跑了，下一个人来的人就倒霉了，是吧？得把怪都给清了，才能去掏那钻石去。再过来，过来，把他们都给铐死啊！哎，我在这儿呢，能看见我不？快过来呀，维尼。大哥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，哎呀完了，我要死了！哎呦我去的！哎哎呀我的妈！哇，他们那个凋零是扛不住啊！我去的。OK， 我看看帽子，都升级了吧？这还是零级，这是一级，经验，这是靠经验呢，好像是。有个是卖经验瓶的，不是，有个是可以白拿的，是那边吗？你走以后还是我清理怪。这样啊，反正下一个来就倒霉呗，是吧？过来呀！我去啊，这个凋零是烦死了！哎呦我去，我又不行了，你过来。我把它清了啊，我去掏个钻石去，能行不？掏完就跑啊，跑跑跑跑跑跑跑！哎呦我去我去，我让我走，我让我走，吓死我了。OK OK， 我回来啦。然后呢，钻石咱还得准备呗，还是缺点啊，我看看啊，缺个胸甲，缺一个裤子。那还得掏三个，我就能做个裤子了。这回血是个问题呀、啊！过来过来，我的妈 ！OK， 快快，一个一个来。我不敢太近，你知道不？这儿行吗？打着我了！去你的吧！快来快来！是不是那什么呀，是不是经验让这个装备升级啊？完了我又凋零了，怎么总感觉我又要死了呢？这谁呀，木中啊，木中啊，我清半天了，你能不能走开？哎呦我去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去，你们打个闹是个什么鬼？哎呦我去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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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死，我去的，完了完了，我装备呀、啊，木中啊，你能不能帮我引一下怪呀、啊？我把装备捡回来，你能不能我？我把他们引过来，你去帮我捡一下装备呗。哎呦我去，哎你干啥呢，帮我捡一下呀，你真是，你别下去啊。我去，我装备搁那儿呢，你把我的钻石捡走了。
哎呦 ，what you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！what you 我都下不来了，我的妈！我有个鞋子，有一把剑啊，你别想骗我！我娶你的吧！我一顿掏，我掏掏掏，我捡回来多少了？我的剑呢？钻石也没了。给！这个好像是我的。我的钻石剑呢？还搁那儿呢。揍他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的钻石剑呢？他们是不是跟过来了？哎呦我去！我错了！我走！神经病！好像我的钻石呢？木中，你是把我钻石偷跑了？你偷我钻石，哎，我看看啊，我拿这个盾牌，你说把我钻石偷跑了，我那三颗钻石呢？在这儿呢，我看到了，我跳，哎呀，那个谁啊，木中啊，你的那个装备我还给你，木中被击败了，木中啊，装备给你，你的铁甲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哎，人呢？木中呢？我给你的，你过来呀、啊！我给你啊。差不多了吧？这碳应该不是我的，给你啊，装备啊。OK， 还有啥没？还有点骨头，给我走啦。OK， 这个其实配合的话能弄好多呢。我看看啊，那咱们再来一个什么钻石的什么玩意儿裤子，行，胸甲是八个钻石吧得啊，这个能扛一下呗，反正二级的了，二级也没啥功能啊，这个二级防御什么也没伤害减免也没有啊，哎呦我的妈，这个凋零是太烦了，这个。那边有个钻石是谁的？谁给他射箭呢？撅个腚子呢？木中，你是找死你！对，木中，你快去！我掏钻石我就跑。我又掏了三个，我跑啊！我去的，我快跑！哎，我的剑！我的剑！你挡着按钮干什么玩意儿？啊，我真是！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你？站在按钮上是个什么鬼啊 ？OK， 然后咱们把破烂都扔一扔啊，这样呗。回收商人是他吧？可以。好，捡来点黄金啊，也行是吧？黄金可以换铁，能换两个铁。黄金塞这里边吧。这木头不是我的，木中啊，我要先拿你木头了。还有什么？这边是碳，碳换钻石，碳换钻石换的挺多呀。凋零骷髅头两个也能换个钻石啊！哎呀，我这把剑多少级了？十级的剑了，额外攻击加十。什么玩意儿给你啊？你们过来啊！过来了，揍他们！别让他们打着啊，打着就荆棘了是吧，不是那个叫什么凋零啊，去你吧，哎呀他们老看不着我呀，这儿呢，我这儿呢，去，我下去没事啊，有事儿，哎呦我去，我差点掉下去，揍他！哎呦我去的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本来我想占便宜来的。木中你好卑鄙呀！木头，给你。挺能掏啊你啊！去，
这把剑是不是应该升级一下？哎呦我去，打没完了哦。没你卑鄙，你个拉倒吧你！我刚去捡去，你呱就去捡去了，你更卑鄙。哎呀，哈喽，来呀，就来护我！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！快跑啊！我跳，我跳，我跳跳跳！我去，我刚才都嘚瑟了。哎，你这是当害劲了！我要走。哎，我真是服了。OK， 我看几个了，还差两个钻石，我就能来个胸甲了，真不错、啊。整个那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小伙伴说你整个牛奶，哎呀，整那玩意儿干啥呀？姐出差是掉血了。我去掏去了啊！哎呦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让我走，让我走，让我走！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差点掉那坑里。走着，我们可以做个胸甲啦！我去，可以。好，套上胸甲，我这就一套了，是吧？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升升级呀、啊？比如这个剑，你好卑鄙、啊！这个剑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货币商人在哪儿呢？这个是吧？四个钻石能换一个这个，我就可以升级一下我的剑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得先要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 ？OK， 我得要一个，好像锻造台是什么玩意儿？锻造台，锻造台是这个吧？需要两个铁，两个铁的话，咱们黄金卖一下不就有了吗？是不是、啊？我换一下黑心商人这儿啊，黑心货币商人。两个铁有了，然后咱们好像没有木头吧？斧子有没有？毛都没有啊！啊，斧子有，斧子有，斧子。然后咱们去 K 点木头，是吧 ？OK，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咱们先去一趟树林啊！我传送书没拿，哦，搁这拿。传送书，我得去 K 点木头去啊！树林，跑点吧。OK， 够了吧？然后这有个工作台，咱们做个锻造台啊，然后咱再去抠一下钻石，咱们就可以有一个那个什么了啊，那个下界合金剑了，把他们都给杀了，升级我的剑，无限升级的这个啊，据说是那样，11级的剑了。耐久加了157的耐久，看到没？每十级，假如说那什么吗？远古残骸卖一下，差一个好难受。什么叫卖一下？买一下还是卖一下呀？你说清楚了，你就差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说啥呢 ？OK， 那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得回一趟商店。你说是回收那个什么吗？不有回收商人吗？这不有凋零骷髅头回收吗？我没听懂你说啥意思。OK， 那我这个放一下，我再掏个钻石，然后我就升级一下我的剑，是不是、啊？那就走吧，这还有点饭。OK， 弓箭也得收啊。好，那咱们我要那个皮革，别叫唤了。我盾牌还有是吧？咱们去看看能不能再掏一下。怪怎么这么多呀、啊、喂我在这儿呢。过来。哎呦我去。是额外加攻击力了吗？怎么感觉没有啊？喂我在这儿呢。哎呦我去。哎你怎么老能打着我？我去。得把他们都给靠死。喂我在这儿呢。哎呦我去。揍他揍他揍他。去去去去。你死一下。你过来。我看看一剑是多少伤害，过来。九攻击力。
我去，你能死吗你啊？岂有此理，真是。我吃口饭啊。OK。不行，我跟他硬刚吧，把他也弄死啊！掏了啊，掏跑！你我去，怎么这么多？我去的，你躲开！我要走，我要走！好了好了，掏了三个啊，然后去买去啊，家人们，我要买卖村民蛋，想得美你！商店不有吗？你跟他们交易呗。我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他是往回兑换的啊。这个是啊，买一个，然后给我的剑升级一下。我这个剑还没那什么呢，还没附魔呢。下面我得回一趟我的家，虽然我的家啥也没有啊。这儿呗，这边就我家。好，塞进去，放在这儿，然后呢，把我剑塞进去，攻击八。就涨一个攻击力啊，还行吧，是吧？还可以啊。走走，一点附魔没有啊，我应该附魔一下。家人们，村那个商店里边的村民是可以交易的啊。他掏了钻石，我怒火中烧。打牛奶能防那个什么？能防？它只能是解吧？它能防住吗？牛奶呀，不好使。OK， 我还得刨树啥呢？要干的事儿还挺多。家人们，行啊，弄了一个下界合金剑是吧？还是带升级的，不错。